小黄已经3天没被姐姐打了，感觉整个人都飘了。平时来大号都不化妆的，今天还特地化妆。嗯，姐姐可真是心机呢，姐姐。哇，满天！喂，快，哎，我卖货！好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来卖一下货。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？小霸王的全科学习笔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学习笔呢非常不错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可以扫读翻译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扫读翻译啊，直接给它打开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扫读翻译，直接给它打开，扫读翻译，我们直接点完之后呢，你看，这给兄弟们读一下这句话，就是 What's your name, teacher？ 嗯，来扫一下，这个意思是你的名字。What's your art teacher？ 来听。 Who are teacher? Who's your art teacher? 谁是你的艺术老师？哦，你的美术老师是谁，兄弟们？非常厉害，兄弟们。Coco翻译的非常棒，兄弟们啊，他还是给我个翻译的，而且他非常的智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智能啊，他是可以什么？小朋友是不是有10万个为什么？是，来，你可以有个语音助手，你可以跟他对话，像一个，像一个小，可以说吗？小度。 像一个小，可以说吗？小度。嗯，像一个那个，一个像一个小某动学习机啊，对，给他通话一下，给大家问一下啊。比奇是不是我姐夫？这个问题有点难，你还是换一个吧。哦，对对啊，什么问题都能解答，兄弟们啊。今天呢，就是说不限年纪、不限书本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可以用的，兄弟们啊。 AI 问答回答什么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，兄弟们啊，包括英文作业，包括韩文，包括很多语言，它是可以的，兄弟们啊，全科学习，小学用到大学。今天呢，外面去买一个点读笔啊，299，今天在咱们三九阳直播间，两位数给兄弟们炸了啊！教师你，压力点上车。小羊真犬，猕猴桃，看看我这两个师傅，你看看我这两个师傅，你看看这。 为什么猕猴桃比我师傅的头大？我一讲，你没有显示它的，你看那个猕猴桃，看我们不要看那个看我，看我，你看一下这个猕猴桃是你图片上要大，你看这个猕猴桃是你图片上还要大，兄弟们看我这个猕猴桃，你看一下这个猕猴桃水，水在哪里？嗯，你说给你一个也说那么展示是水多，嗯，你把它吃了该做什么？我给你打个倒车，干啥？我怎么打？我待会儿好好吃，好吃也打好。兄弟们，他刚刚不是说是不是水多？准备好了啊！啊，你说水多，你把它掰开了，来，我来给你兄弟们说一下这水多好不好？水呢？一滴都没有。哎呀，今天要有一滴怎么办？啊，有水，兄弟们有水啊，有水
有你李白，我喝你李白了吗？李白能喝吗？刚刚你卖李白，我喝你李白了吗？李白能喝吗？不是，我喝了没有？好，你为什么吃我名老？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喝了你一个，你把我的李白黑的，我不喝。一重四斤半，中果30个，34.9块，大果也是四斤半，30个，24个左右，39.9块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大家看看，还有啊。你刚才说的是24个左右，24个左右，对啊，是吗？是24个，就是24个吗？24个和左右区别大了，站好。哎呦，我先说上车。送你一个企鹅火腿肠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。刚刚说错了啊，中国30克，中国三十个，大果24个，大果24个，没有左右，没有左右。站好，今天在这上车了，少一四个，少个鸡爪。哎呀，这少的就是五块钱啊，少个金砖，怎么会少呢？金砖呢？不可能啊！看头一放，少个金砖，谁干的？陈哥，那你来呀，好吧？你来呀，陈哥，这有一个啊，这是没办法，现在还少一个，这查出来再办他，查出来必须办他，必须办他，还少一个，胡搞吗？你说，哭我干嘛？我是拿我自己东西吧，六哥，说。
乔妹，你说乔妹，乔妹在这，我看乔妹有没有转一圈，这个，啊，乔妹应该是没有。我要检查一下车门，我也转一下。你搞哪里去了？我。哦，乔妹，包里有没有？你只要跟师傅说谁拿的，对，送你一个这个4828，四千八百八。这个？嗯，不是，你只要说谁弄的，在哪里？你抽出来。抽出来，小王，抽出来，抽出来。好，崔哥，你俩是怎么本来准备这个房间怎么分的？看我什么，我们不认识吧？因为跟乔妹一半，乔妹一半。嗯，你爸呢？他就是这样的，其实这一半就中间一半，我跟乔妹一半，他一半。哦，你准备给他俩一人一半？对，一人一半。哦，他本来准备我们俩一人一半。他们是说明什么？哎，你刚刚送他了，送吗？说明他们三个是同伙。小王带来，小王带的。王总，牺牲我，咱一人五克，一人五克可以吗？这是多少？这十克，然后一人五克没问题吧？一人五克，哎，就搞死你！你们三个一块分吧，三千四，意思啊？啊，不用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呀。好，齐了，这下齐了啊！当你有一个又菜又爱玩的老板，你要三瓶，三瓶的话会。好的，听过。哇！我要往电视。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停！控制不了啊！你干！这个。开过来！别过来！皮，我有力量把他制服。好，我用力量把政府。机器，力量太大了。哎，兄弟们，这边让嘴哥试一下来。你让老先去。嘴哥来试试，行吗？对啊。有。赢。啊，对，确实是他那个干什么像什么。哎，嘴哥可以啊，兄弟们。干嘛去？干老板啊。你坐。哎，会了。哎呦。慢点。好，明天你出现了吧？很多人想看我的直播间啊，我也不跟大家卖关子。辛苦了，欢迎大家来。好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个可以拍啊，这是婴儿手口湿巾，就婴儿也可以用啊，婴儿也可以用啊，不光是大人可以用，所以我们这个品质非常高的，因为我们要保证婴儿可以用了，保证婴儿可以用之后，它的这个规格包括它的品质，要比我们大人用的品质更高，是吧？啊，你平常去超市买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你去那种这60抽吧，哎80抽，哎多少抽来着？80抽，所以说你去超市买这种一个20多块钱，啊，我们十几块有3包。